玩游绳惊到个震，麦美恩发难咗。无线节目《天与地》参加地组嘅麦美恩即将会出发到广西天坑拍摄，要游绳到260米嘅深坑。佢早前就先爬下狮子山做训练啦。好惊，我曾惊到咧系踩个脚咧都站唔稳啊，只脚咧系不断咁样震咯，咁变咗自己都有少少脾气嘅。去到转换啲器材嗰个时候，因为好猛自己啊，即系咁简单去拆个扣，点解拆极都拆唔到？跟住就好嬲自己啦。咁又唔使嬲自己。失败咪再试过咯，反正衰嘅相信都唔会得你一个，仲有两个队友朱志贤同埋陈婉娴齐齐陪你啊嘛。喺入边，我同两位 Miss 喺入边三日两夜。笑成咁，点解你仲好似开心过我咁嘅？好似一啲都唔惊。嗰几日喺坑底嘅生活仲好期待添。但系大家都惊，因为即系譬如 Ashley 啊同 Alicia 大家嗰、那个即系位高嘅问题都好唔同，大家个即系体质又唔同，个心理嗰、那个即系状态又唔同。咁我哋都预咗，可能一定有一个一定会爆喊噶啦。咁睇边个喊先咯。